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选手，他们是援鄂医疗队员，他们都来自北京。你要再猜不出来，我就得下蛋了。绿蜻蜓，哎，胡叔叔，非常感谢你们。妈妈，我想你，你再等等我。开门大吉，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这里是由道道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选手，他们有着共同响亮和骄傲的名字，援鄂医疗队员，他们都来自北京。从大年初三开始，138名援鄂医疗队员在武汉奋战了65个日日夜夜，完成了3个病区150张病床的救治任务，累计收治患者345名，其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占比88%。今天开门大吉，要欢迎他们回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在武汉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来吧，现在把时间交给追梦团，欢迎叮当。耶！追梦不能急，门铃来出题。但我今天见到我身边这8位，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深深的先鞠一躬了，谢谢，辛苦辛苦辛苦。今天这8位是来自世纪坛医院和朝阳医院的8位白衣天使。来，把尽力而为变成竭尽全力，照亮通往门铃之路。我是赵璐，重症医师来答题，开门大吉赢无敌。人一人一猜歌第一，开门大吉永争第一。开门大吉，刘英来袭，智勇闯关，所向无敌。开门大吉，我来答题，唱歌一般，猜歌没问题。我是黄菊梅。我是理想，赢得梦想不是幻想，爱拼才能赢，敢干才能行，开门大吉冲冲冲。我是尹倩。扶摇直上9万里，猜歌还看刘宇航。好，来我们开始吧，请准备视频。开门大吉，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轮到底谁是第一名，请看吧。刘宇航，我现在心里也是挺紧张的，因为也不知道有什么歌自己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加油，希望自己能推开那扇大门。好，祝刘宇航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欢迎你的到来。你好，你好。不用太客气。来吧，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刘宇航，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也是北京援鄂队的一名队员。我也知道你是我们这次援鄂医疗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对，94。94年的，25、6岁，对，很年轻哈。对。同时也在38妇女节的时候入选了一线医务人员抗疫巾帼英雄谱，哇，相当的厉害。为你骄傲，谢谢，为你点赞，谢谢。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再去一趟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武汉。好的，开始你的梦想之旅，选择几号门？先1号门吧。从简单开始，1号门，请准备。来吧，请按响门铃。大衡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饭邀您一起开门大吉。啦啦啦啦。
听出来了吧？来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歌叫明，就叫明月几时有。完了完，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都说几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不知天上宫，今夕是何年。在人间，哦，好耳熟啊，我想不起来了。看我的手。长久。你要再猜不出来，我就得下蛋了，我跟你说啊！你要再猜不出来，我就得下蛋了，我跟你说啊！哎呀，他都已经把那个说出来了，长也出来了，对不对？你要再猜不出来，我就得下蛋了。鸡蛋，蛋，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天哪！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歌名叫做《但愿人长久》，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谢谢，感谢赵鹏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但愿人长久》，这歌名得记一辈子哈。对对对，谢谢谢谢您的演唱，太动人了，太好听了。其实，在全国人民抗疫的这段时间，你们全家人都没闲着。嗯。爸爸在门头沟城区对开公交，对，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对。妈妈也是在防疫的一线。对对对。你在武汉的一线。对。这一家人。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谢谢。来吧，下一站选择几号？选择4号吧。你确定吗？确定。4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飘飘，
怎么样？好，又耳熟了。哎，我们就没有上场的机会了，是吗？怎么办啊？歌名叫……叫五星红旗吧。对，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确定吗？确定。五星红旗哈。对，五星红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色彩，我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还有个问题要问您，我想问您这个歌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这个歌正确的名字就叫《红旗飘飘》。对，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副歌的部分嘛，一直重复的都是“五星红旗，你是我的”，一直在唱“五星红旗”，所以大家就会都觉得，哦，这个歌就叫《五星红旗》。对，恭喜你啊！谢谢，谢谢郭荣，感谢感谢。恭喜你又打开了一扇门，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看看，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不错，漂亮。哎，这次为什么会主动请缨报名参加抗疫工作？因为妈妈也是护士，17年前参加过非典嘛，然后呢，我也觉得我应该以妈妈为榜样吧，然后呢，也是身为一个护士，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多好啊，也算是女成母业了，对吧？这会儿是妈妈在线上，对吧？对，妈妈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家里，在家里看着女儿的表现。对，我们来看看妈妈好不好？阿姨，哎呀，你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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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怎么样？我厉害吗？哎呦，我天哪！你能不能谦虚点？一般般。好，回答得漂亮。但这一次，援鄂医疗队当中，女儿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完成的太不一般了。哎，这就对了哈。我知道宇航在临行前给您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写了什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写的是17年前，就是妈妈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非典当中，就是我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既然选择了做一名护士，就意味着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确定了成为妈妈这样的人。疫情突如其来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不要参战，因为我知道
妈妈，我长大了，我要成为你。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样的一句承诺，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妈妈，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您，我以后会做得更加的好，比您更加的优秀。好的，我们继续为他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加油。拜拜。好的，继续前进吗？继续。继续，选几号？二号吧。二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那些花儿，歌名就叫那些花儿。那些花儿，对，那些花儿，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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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啦啦啦那些花儿，感谢三维鱼乐队，谢谢你们。好吧，不错哦，现在已经开了三扇门了。你现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5000元，棒棒的。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继续。几号门？五号吧。五号门，请准备。来吧，请按响门铃。3000元，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系统伴邀您一起开门大吉。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哎呀，被他猜完了。歌名叫做听我说谢谢你。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哇，这真的是他们仨吗？这是他们三个，一家三口吧，好像是。对对对。
啊，这首歌最近传唱度特别高。对，我们欢迎宝贝女儿李欣荣，也是这首歌的原唱。父亲李凯筹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是的，是的。母亲范同舟是这首歌的这个家庭坚强的后盾。感谢你们把这么饱满的情感带给我们。好，谢谢你们用音乐传递的能量，谢谢你们。再见。好的，恭喜你又打开了一扇门。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呀，这边你已经开了4扇门了，啊，你要继续前进吗？继续，我还有一次机会呢。好的，来吧。我要开7号。7号门。对，难度高喽。5000元。7号门，请准备。来吧，请按响门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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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好耳熟啊，这歌我也听过，但是我想不起它的名字。哎呀，求助我吧。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求助我。确定。确定。想不出来了。想不出来了，真的想不出来了。好，哪种求助方式？关键字提醒。关键字提醒。对。确定吗？确定。好，关键字提醒，请看大屏幕。啊，3个字啊，这么简单啊？叫啥呀？我看看。开哪个字？哦。来，给我一个最终答案。青。蜻蜓，什么蜻蜓？什么呢？绿蜻蜓。该死了！蜻蜓，啊，红蜻蜓。确定吗？红蜻蜓。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耶！哎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这座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欢迎6亿飞5G，谢谢三位，再见。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现在已经是13000元了。你的梦想是要带爸妈回一趟武汉。对。所以接下来你的决定是见好就收，还是继续前进？见好就收。哟呵，怎么就突然低调起来了呢？我要低调行事了，现在。见好就收。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感谢你把机会留给了后面的选手。
来吧，加油啊！市里潭医院现在已经出去一位了啊，朝阳医院这边还原封不动呢。好，请播放视频。夜空中最亮的星，哎，我希望是朝阳医院，好不好？来来来，请看榜。呀！天呀，太！祝理想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干部综合科监护室的李想。又是世纪坛医院。对，然后我也是北京援鄂医疗队的一员。欢迎您的到来。谢谢。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想要一架无人机航拍机给老公。挺好的，为了家人的梦想哈。对，来吧，开始前进。好，就你们同事吧，把这边简单的都几乎开完了。选几号？那我选，我也从简单的开始吧。对，那我选三号。三号门，确定吗？确定。三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准备。请按响门铃，来吧。感谢开门大吉指定冰箱品牌出口品质奥马冰箱，畅销欧洲的好冰箱。歌唱者是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啊，明天，明天，是要祝福吗？什么？是祝福？祝福？对，确定吗？对，确定，祝福，祝福，对，祝福，确定吗？祝福，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欢迎子秋，也谢谢子秋把这么温暖的歌曲带给我们，谢谢谢谢谢谢你用歌声带来的祝福，谢谢子秋。差点啊，太危险了。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那我知道有一封信对您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阴历正月14是2月7号，那天正好是我的阴历生日，是我们到武汉的一个初期。那天我们在病房里边收到了一封病人的感谢信，然后在初期得到病人的肯定，
真的给我们的动力特别的大。他没有纸，所以病人把他的药盒拆开了，在药盒的背面写下的那封感谢信，当然是对北京医疗队的感谢。我真诚的衷心感谢你们，远道而来的医护人员，抛家和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感谢你们的耐心治疗，感谢全体医护人员精心的诊治。这比鲜花掌声，比现在舞台上绚烂的灯光还要让你们觉得治愈和光荣。对对对吗？确实是。现在据说有一个人正在线上想要跟您见一面，我不知道是谁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嗨，胡叔叔。啊，你好。啊，胡叔叔，能认出我们是谁吗？你们是那个世纪坛的医生医护人员。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啊，没有没有，认出来了。胡叔叔，您认出他们的一瞬间，我们的护士长就已经泪如雨下了。确实，我是元月份确诊的，一直到五月份才出来。通过那个近100天的那个生死搏击，是这我们这些可爱的天使和护士人员，把我们从那个死亡的线上重新拉了回来。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对他们表示非常的感谢，是他们重新给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勇气。他们在工作当中确确实实各方面的话，不是亲人，甚是亲人一样对待。所以谢谢你，小李呀。谢谢谢谢胡叔叔，你变年轻了，真的变帅了，更帅了。哎，李想，你知道吗？不光是你啊，就刚才就这一瞬间，我们二现场的世纪坛医院的每位医护人员都在流眼泪。为什么这个时候看到故人不是笑而是泪呢？就太激动了，因为胡叔叔当时住院的时候真的特别的重，我第一次给病人换衣服，第一次给病人清理大小便，第一次被病人一个喷嚏喷到了脸上，然后第一次抢救可能都是在胡叔叔身上。这就是生死之交。对对，真的是好的，胡叔叔，那您保重身体。谢谢谢谢谢谢胡叔叔。谢谢小李，再见。擦干眼泪啊。咱们是继续前进还是继续下一扇门选择几号？我把这个留给别人吧。好， 我选择这边的一个吧。我选8号。8号门。哦，确定确定。8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渴望电视剧有名吗？没有名字。我求助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连线亲友团。那我肯定连线亲友团呀。关键字吧。关键字。对，亲友团可能还不如我呢。场外亲友是？是我老公。您老公。您别忘了，您不止一位场外亲友哦。是吗？刚才还有一位连线的亲友是谁？啊，你说胡叔叔。老胡，胡叔叔。那我求助胡叔叔。求助胡叔叔。胡叔叔，胡叔叔，您听出来了吗？好人一生平安，好像是渴望，渴望里面。我想起来了，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的天哪，胡叔叔，之前是他们救您，太棒了，今天是您救了他。谢谢谢谢胡叔叔，就是这个渴望。那个连一下老公，看一下老公哪儿呢？哎，这个那个理想她老公，这歌你听出来了吗？没有。要你何用？对，没有用。你就会要东西，就会要无人机。好，
胡叔叔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好人一生平安，就是这个，就这个来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棒了！我想的也是这个。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举杯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咫尺这歌唱得太应景了，欢迎博文。我刚才在台后的时候，我就看他那跟吴叔叔说话，说我自己都在掉眼泪。嗯，太感动了，正应了这首歌的歌名《好人一生平安》啊！你看刚才就太戏剧化了，一直在聊我们的医护人员救治胡叔叔的事儿，结果最后胡叔叔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啪也救了我们。对，谢谢谢谢谢谢博文，谢谢你的精彩演唱，谢谢。嗯。好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棒棒的。下面开几号门？你已经用了求助了。我已经用了求助，我就收吧，我把剩下的留给我身后还有很多人。确定吗？确定确定。见好就收。对，见好就收。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感谢道道全蔡子游为我们的选手理想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参与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摇摇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精美奖品，快来参与吧！看到了我们那位老患者，真的太。心里觉得太开心了。我说你不要以为你们是患者，其实在这个情景里面我们就是战友，你们胜利了我们才能胜利啊！我们是胜利的前提是你们要胜利，你们是更重要的。大家看我右手边啊，朝阳医院跟这边配置都一样，你看人家都出去俩了，咱一个都没动的，咱出去一个行不行？请播放视频。是为了谁？为了谁？我摁了吗？摁了，摁了。还真是为了谁？是，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你看人家都谢谢你们这边喊为了谁，人家还摁错了，绝对够意思啊！好，都答对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朝阳医院谁第一个出场？没你们什么事儿了，请看榜。任意，快快，好快！哇，你还等着什么？你快来，你快来！谢谢谢谢，开门大吉！你好，你可来了，欢迎你！啊，谢谢谢谢，认识一下。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任一，同时呢，我也是北京援鄂医疗队的队员，谢谢大家。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我希望能跟我老公去蜜月旅行。啊，结婚多久了？4月份领的证，然后8月份办的婚礼。办完婚礼没多久就上前线了。对，嗯。那，看看你首先选择的是几号门？我先选6吧，六号门保守一点吧。好，6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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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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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哟，这什么歌啊？完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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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这这歌不行，太难了。噔噔，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王菲的歌吧？嗯，但王菲的什么歌啊？我这曲库里边也没有。你想想，嗯，匆匆那年，也不对吗？不是吗？不是，跟匆匆那年感觉差不多的那个电影。哎，匆匆少年吗？致青春。致我们逝去的青春。致我们。致青春。好，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致青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谢谢，欢迎李行亮。我觉得今天请李行亮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嗯，因为李行亮他自己就是湖北人，哦，所以你们这段时间照顾的其实就是他的家人，没错，他的亲人们。所以我刚才唱完以后，我特意鞠躬的时间比平常要长一点。嗯，因为这个鞠躬意义不一样。嗯，是为了致敬这些最美的逆行者和他们火热的青春。嗯，谢谢你们。哦，不用谢，不用谢。好的。再次感谢，谢谢李行亮的深情演唱。你老公呢？他是干嘛的？他平常是在公司做接待这种的。在北京？啊，不是，在张家口。那你走的时候，你们俩告别了吗？没有。啊？为啥？因为他们工作，他们在那个滑雪场工作嘛。哦。然后正好冬天是他们的旺季。哦哦哦。等于他是初一回来了之后就走了。然后我是三十就上夜班了。当你得知你要去武汉的时候，嗯，你当然是第一时间要通知他。嗯。他什么反应？他就说：“嗯，你再等等我。”那你为什么没有等他？我们飞机不等人呀，所以就没看见。自从去了武汉之后，我就发现。我把我这个20多年的眼泪全都流光了。我平常是一个特别不爱哭的人，但自从去了武汉之后，我基本上就是稍微一个小感动，我就哭得不行不行的了。有没有提到患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某一个人？有。谁？我那爹爹呀。爹爹。对，就是我有一个，不能提爹爹俩字儿，现在一提爹爹就难受。怎么讲？就是有一个病人是91岁的爷爷，嗯嗯，然后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爷爷的时候，他是蜷缩在床上，啊，然后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家里人，就觉得如果我的爷爷奶奶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一定会竭尽能力帮助他什么的。嗯，那爹爹后来治愈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差不多。2个月左右吧，就出院了。那有没有跟爹爹说好，那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走的时候，爹爹就说：“他说再见我们就难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个视频电话都可以呀，比如现在。行。很想念呢，很想念啊！谢谢爹爹，感谢您，感谢您，祝您健康长寿，保重，保重身体，再见，再见，再见。任一，好好加油，你的蜜月旅行不远了。真的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吧，下一扇门选几号？我的天哪！90、11、12，都这么难啊？那我选10吧。来，10号门，请准备，请按下门铃。谁的歌？像谁的？在歌词里面就有宝儿。求助吧。来吧。提示的那个。哎，看看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是4个字，其中某一个字，知道了吧？什么的微笑？对了3/4，就差一个字了。什么的微笑？的微笑。你的微笑。什么的微笑？你的微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你的微笑没问题。哦，你的微笑特别棒，太棒了。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音调有着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扬声传来的暗号。爱青春里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就会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小潘潘，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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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不错哦，真棒。好，继续前进吗？我就这样了。哎，但是不要再继续了。刚才没有连线嘛？你亲友团是谁？我爸我妈。赶紧出来打个招呼，爸妈也特不容易。你们好。哎，你好，你好，你。哎呀，女儿棒不棒？棒。女儿是你们的骄傲，但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还要去迎接。最要感谢的是家人的无怨无悔的支持。你们也是幕后的英雄，谢谢谢谢，感谢你们，祝你们一生平安。好，谢谢。嗯，再见。兴奋激动，因为那个我的家庭梦想实现了。
特别开心，我见好就收了，也没敢再往前多答，很达到我的预期了，特别好。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感谢道道全菜籽油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由道道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感谢开门大吉指定冰箱品牌出口品质奥马冰箱，畅销欧洲的好冰箱。来看看第二现场还有谁。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两位作为医院护士代表的男同志，因为你们都在少数吧。他是医生，你是大夫哈，少数是不是要服从多数？就在护士这人群里面，你会不会老是受欺负的那一个，就是生物链最底端的那个人？不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在武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女队友们真的是对我非常的照顾，照顾有加。您知道我为什么让您多说两句吗？因为我担心你上不去。来看这道题你会不会啊，机会就给你这一次，请准备视频。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错了，没有唱对了。哎，完了，对了，哇，这完了，对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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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首歌正确答案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下不对了，真的是这样，只有我一个对。好，我们来看看榜上唯一的这个人就是他，刘英。瞎蒙的是吗？来吧，刘英。站在梦想的通道上，我现在的心情很紧张，有点焦虑，我怕我猜不出来。如果我有幸能上场的话，打开一扇门就特知足，很满足了。你好，大家好，我叫刘英，是来自世纪台医院的药物仪器临床实验室。然后我是援鄂队员中的一名。那今天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是要一个水的净化器吧。净化器啊，就是过滤水的那一个。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没问题的，这次体检的时候说可能有一个小小的结石，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不能先倒下。哎，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别人嘛。对，来马上开始你的挑战，选几号？十一吧。一喝，我以为你是选九呢。反正也都不会。十一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20000元，直接就20000了。平凡。哎呀，我还真有一点熟悉这个。听过吧？听过，但是歌词也想不起来，然后歌名更不记得了。嗨，但是我觉得经常听，我感觉。对对对。张杰唱的那首歌，我想想。要不就求助吧，我估计悬了。女同事。女同事哈，看你表现了啊。这万一你要是帮不了忙，文静，你可不能不会哦。你好，嗨，文静。嗨，英姐。你是他同事是吗？对。哎，关系怎么样？待会儿看结果吧。看来有戏。听出来了吗？好像是差不多。差不多，谁的歌？张杰、张碧晨是吧？哎呦，行了，我知道了。什么？只要平凡。Yes. 你明明自己能猜出来，其实我自己可以的。你，哎，人都帮了你忙了。歌名叫做《只要平凡》，只要平凡，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谢田晃晃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只要平凡》，也要感谢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么有寓意的沙画的制作者，叫做李佳航，谢谢李佳航。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吗？就刚去的时候，印象中应该是我的第四个班吧，然后那个呼叫器就响，我接了之后呢，他说我找大夫，让他出去帮我找找我老公，我们是一起进来的，经常是联系的，但是我现在突然联系不上他。刚挂掉电话，我旁边就是连续值班的那个主班护士就说，他说哎，你那个跟他沟通的时候小心一些，说他的老公已经都去世3天了，但是为了他这个情绪或继续接受治疗，咱们还是要安抚着去说。当时我就懵在那儿，我用什么方法安慰他，是一个我都接受不了的事实。我一直到过了15-16分钟，他病人又不停地按铃的时候，我也没想起来该怎么去安慰他。人已经没了，我怎么去撒这个谎？但是我还是就是撒谎撒得挺假的，说实话，我说那个他呀，病房可能没电了，又病情又重，吸着氧是不能打电话发信息的。时间久了，就是也过了3-4天之后，我们老骗他，他可能自己心里也就预感得到吧。到最后他出院的时候，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我还没有接受这件事情，我还没缓过来的时候，病人出院的时候反而是，就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更加珍惜，很乐观，很精神向上。我就想问他，我说这阿姨就是你怎么缓过这个劲儿来了？他说，等你遭受了重创之后，你会把生命看得价值更不一样了，活得会更加乐观一点。我觉得人可能经历过生死之后，整个人真的是又变得不一样了。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对，所以感觉从武汉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幸福，就是没有觉得有什么让我哎今天不开心的那种事情，反而就是知足，对，珍惜，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吧。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种安康吧。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太开心了。继续走吗？ No 一定要让我们同事上来。你确定你的同事一定能上来？我祈祷他在武汉被我们欺负惨了，一定要给他个表现机会。好吧，看一下第二现场的情况。来，请准备视频。你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家里的妈妈身体好吗？我现在武汉挺好的。这个正确答案是 C。 我们来看一看，医生答对了还是黄姐答对了？来看榜。哇，太棒了，黄菊梅，黄姐，你看护士打败了医生，加油，特别棒。祝黄姐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你好。你好，欢迎您。哎呦，太激动，太高兴了，等了太久了，终于上场了。来，加油，前进，加油，前进。嗯，欢迎您的到来，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做一下自我介绍。嗯，好的。嗯，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的护士，我叫黄菊梅，来自 CCU， 也是来自北京援鄂医疗队的一员，谢谢大家。好像说的跟我们都听得懂啥叫 CCU 一样。就是冠心病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冠心病的重症监护室。对，也是 ICU。也是 ICU。 对。哦，明白了。嗯，那您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是带家里面的人，就是家属，然后去海边玩一趟，带儿子。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平常的事儿，对你们医护工作者来说那简直是奢侈。对，所以这是我的愿望。好吧，开始挑战，选几号？先选9号吧。9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什么歌啊？好像听过，但是不太熟悉。哼一下，再重复一下。哼的完全是另外一首歌。
有点难啊。对，这个歌确实有点难，感觉好像没太听过。您要用求助吗？得求助，必须得求助了，好像没有太大感觉。确实是，这个你不求助不行了。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连线亲友团。关键字提醒吧。就是不想连线亲友团。连线，我估计我老公他好像也不太……发现这些女护士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太信任自己的老公。对，来吧。关键字提醒，请看大屏幕。其中有一个字是叫做“勇”，勇敢的心。坏了。因为昨天就给了一个勇字，完了他写的勇往直前，什么永不退缩什么的。勇往直前，你看，天哪，真的勇往直前了。什么？勇。哎呦，我心脏就给人太容易了呀。请说出完整歌名。什么？勇敢。勇敢的心。他听不见啊。听不见没有用。勇敢直前啊，不对。就勇敢之前吧，因为我也猜不出来了。到底对不对？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大勇敢的心。我的天哪！我这手马上就要张开了啊！勇敢的心。哎呦我的天哪！其实我应该提醒您说您是哪科的，估计就想出来了。对吧？勇敢的心。啊，还怪我了是吗？不，谢谢谢谢。勇敢的心，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了。谢谢谢谢林平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勇敢的心。谢谢你老公也没发挥啥作用，您刚才那么不信任老公对吧，万一老公会呢对不对？我就觉得他肯定会回头再问连线老公。对，他老公啊。这歌刚才您猜出来了吗？没有。你看他对您还是非常了解的。对，因为他听歌还没有我多的。宝贝跟妈妈打个招呼。晨晨，给妈妈打招呼。还想您叔叔。你叔叔。哎，你跟你妈之前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算过吗？从大年初二到现在一直没见过。几个月。有几个月了。到现在。对，现在也没见。对，因为我老公跟儿子在成都，过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北京相聚了一下，然后初二就走了。哎呀，然后初三我们就去武汉去了。这全家人三个月都没见过面了。对。想不想妈妈？晨晨想妈妈没有？想。想对妈妈说什么？妈妈我想你。我也想你，我一直在想你。好久没有看见你了。等妈妈回去给你包饺子啊。妈妈你给妈飞吻一个吗？哎呀太暖了。对。儿子特别乖。好的，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见到妈妈了，我们等着那天好不好？好，再见。好，拜拜。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5000，12号门金光闪闪在诱惑着您，走不走？留给我的后面的战友吧。好吧，看他们的表现。对对 对, 对。最后一扇门3万啊，叮当，你觉得呢？就是反正最后一个门了，3万块钱，谁拿走就算谁的。来，最后一道题，请准备视频。不好意思了，来吧，医生。好的。你这是给我们的男医护工作者长脸呐！终于来了一个男同志了。是，小宁哥，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张学峰。那么我也是援鄂医疗队的一名成员。对。紧张吗？稍微有点吧。紧张啥？我看你平时挺能放松自己的呀，对吧？每天去上班下班路上是不是就经常唱着歌，哼着曲？哦，那是。我们这导演都有一段视频是关于他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像风一样自由，我的温柔无法挽留。挺好的呀，一口气唱了好几首歌是吧？来，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请，就是我们之前的12楼西，那么我们的战友们请他们吃一顿饭。3万吃顿饭多少人啊？够了够了，我们人还是不少的，大概加上护士，怎么也得小100人了吧？哟，100人，请他们吃饭呢？完了，反正你这个承诺已经许出去了，不管今天拿到钱没拿到钱，你肯定是逃不了了。对，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好不好？好的。12号门。最后一扇门，3万，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邀您一起开门大吉。怎么样？听过吗？曲库太小，真是，噔噔噔噔噔，一点头绪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天，噔噔，这是真的呀！噔噔噔噔噔，你求助吧，我求助吧。关键字，对，关键字，确定，确定，关键字。好，我们试试看。气，不离不弃，或者永不放弃。哇！谁在叫？谁在叫？听到尖叫声了吗？听到了。是不是来自你的战友？应该是。不离不弃还是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妈呀！哇！来，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永不放弃，开门大吉，耶！愿你为人生故事平淡，传言你常在生死前沿，一起走过，一步遥远，明天会有更美的笑颜。今天的相依相伴，都是对
生命最深情的眷恋。用爱的名义发一个誓言，永不放弃爱的信念。用爱的名义发一个誓言，永不放弃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谢谢。向北京市援鄂医疗队138名白衣天使致敬，向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省的42000多名白衣天使致敬，向每一位英雄致敬，谢谢你们，也谢谢西伦唱团把这首《永不放弃》带给我们，谢谢你们，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万元。我还没说呢。道道泉让饮食更养生，感谢道道泉菜籽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开门大吉由道道泉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道道泉让饮食更养生。我特想知道你爱人现在在干嘛，他是什么样的这种状态？他应该在值班吧。在值班，在医院呢是吗？对对对。我们赶紧连线一下爱人。哎呀，你好。杨妮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在哪里？因为我今天晚上值夜班，然后一会儿就要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两位都是医务工作者哈，您是在什么部门啊？我是在圣母院的血液科。你有什么话跟他说？早点吃饭，然后晚上多喝水，多休息。好。我就受不了这种，就是你要说我爱你呢，我还行；你就说个早点吃饭，多喝水，我反而受不了这种更平实朴素的表达。赶紧回到工作状态当中去吧。好的，谢谢，再见。再见。哎呀，心里暖暖的。今天这期开门大吉不一样，选手猜完歌以后都没回家，本来是可以回家早点跟家人团聚的，但是都留在了这里，在等待着我们最后一位战友再遇归来。我觉得这样吧，无论是刚才已经战斗过的，还是一直坚守在第二现场的每位战友，我们都回来，回到舞台上跟大家做一个告别，好不好？来吧，有请各位。来来来。哇，我好幸福啊。老大怎么样？是我留给你的哦。送花我都觉得这种情谊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心中的那份敬佩和感激之情。无论您是来自世纪坛医院还是朝阳医院，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北京的援鄂医疗队员。你们应该为自己骄傲，为自己自豪。疫情期间，包括军队在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武汉劈波斩浪，救死扶伤，展现了白衣天使的非凡风范，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到来，也祝贺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你们收看今天这期开门大吉，也感谢每一位白衣天使，每一位医务工作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勇敢地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开门大吉，三万我要留给他，一定留给他了吧？啊，对，你当时是不是说的？我说的要留给他吗？你太牛了！你怎么谢我？我们可以跟您，我们合张影吧，我们合张影吧。生命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来来来，大吉送吉祥，送吉祥。